坐下，侯。可是，作战计划已经定下来了，陆障陷阱的准备都已就绪，我们只需要在这里接应子和格雷修。但是，他们去的实在太久了，从这里到那座仓库都足够走三个来回了。我们说好了，如果有紧急情况，他们会发消息联络我们。而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收到消息。这不就说明他们可能遇到了比紧急情况更紧急的紧急情况，超级紧急情况了吗？我理解你的心情，可是说实话，即使他们真的遭遇怪兽围攻，我们也很难帮上忙。坚守这里，至少可以保证一旦智能砖送到，我们能立刻建立起防线。那如果我们联系福华那边的程景和阿青呢？他们之前不是发过消息说一切正常吗？这几分钟我一直试图联系他们，但还没有任何回复。也许他们那边的情况也很紧急。哎呀，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真的要急死我了。冷静一点，红，想想我们代理人的守则，即使在紧急情况下，一心一行，你们在哪儿呀？一心一行，这声音是小紫，小紫回来了。小紫，那格雷修呢？奇怪，这个称呼总觉得……嘿，我看到他了，小绿，你看，真的是小紫。但小紫，我们在这儿，快上来！是一心。真是的，小紫，你这家伙还是这么慢手慢脚的，我刚才还以为出什么大事了呢。喂，小绿，咱们快出去接应他，别让那些怪兽又冒出来了。啊，好，等等我。在这里呀、啊，小紫，为什么你不？可恶！红，你发后窗走，去找浮华他们，告诉他们这里的情况。啊！可是，别啰嗦，你脚程快，你先跑。布置路障的机关，结果反而用来堵我自己的路了。不过这样就好。莫里亚蒂，你有什么要做的就冲我来好了。精彩，以弗洛斯日常的和平程度而言，这一手确实超出了我的预料。不得不说，你比我之前见过的其他城市代理人表现得都更加出色。或许先觉得称号更应该属于你才对。蓝，这么说，黄爷，还有小紫，你对他做了什么？格雷修又在哪里？这就说来话长了。稍安勿躁如何？你心急也得不到答案吗？是啊，我以前从没见过绿行这么暴躁的样子。他看来真的出问题了，我们该怎么办？放心吧，调协，他只是稍微有点累了，而我恰巧知道一种秘方，对缓解疲劳有着奇效。真的？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吗？你先回去找先觉他们吧，我马上就治好的。好，那就拜托你了，莫莉亚蒂。你对他做了什么？
不必如此敏感，我向你承诺，我没有做任何对他们产生危害的事情。虽然这在你看来恐怕难以置信，那不过是你们每个 Vita 都要经历的一些环节，而我只不过是让他怎么说，稍微提前了那么一点。你伤害了那么多人，背叛了黄河兰，却还要我相信你，你怎么敢？哎，好吧，你大可不必对我抱有这么大的敌意。我刚才说过，我很欣赏你，比如说你那在危机关头随机应变的能力，还有舍己为人的精神。是什么让你决定由自己留下来断后的呢？哼，我们跟你不一样，生来就铭记着城市代理人的守则，不能破坏 Vita 们的团结，不能违背 Vita 间的约定，不能抛弃需要帮助的其他 Vita。 后面还有，不能恶意欺骗其他 Vita， 需要牢记所有的 Vita 们是一个整体，共同为我们的城市建设服务。在不影响这个前提的情况下，也可以适当满足自己的小愿望。为什么你能背诵我们的？世子告诉你的？不对，那家伙根本背不全。是蓝，但是有重大事项需要商议时，将召开 Vita 集会。只有能够到场的所有 Vita 到齐，才能开始集会。平日里 Vita 们分工协作，各司其职。具体的职位包括巡逻员、文教员、城市审计员、审判官、城市记录员、城市科研员、城市司仪。等一下，不对，他背的不是我们的手册，我们的手册不是这样。但是为什么觉得有些熟悉？每个自然月 Vita 们将举办工作评定大会，由文教员和审判官共同为表现突出的 Vita 们发放奖励。Vita 们的共同目标是建设大家都能开开心心一起生活的弗洛斯。很熟悉，但又很陌生，为什么？这种异常的感觉到底是……你觉得很奇怪对吧？想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念给你听的是以前的法则。以前？你在说什么？以前的法则，修改之前的法则。或者再直接一点，某人很久之前随手写的法则。明白吗？你自从诞生以来便奉若圭臬的东西，不过是某种量产化的口诀罢了。将他写下的人，那位无情的造物主，只是随手为你们施加了一点魔咒。可怜你却要为此奔波终身。你胡说八道，我们的法则才不是谁定义的，那明明是我们 Vita 一起在集会上商量的。哦，是吗？那么如果还没有法则存在，又为什么有约定俗成的集会呢？也不小心玩过头了，总觉得有些抱歉了，毕竟是你如此珍视的伙伴嘛。不过也别太担心，我会帮你好好善后，像是处理记忆、打扫残局之类，我都已经很熟悉了。哪怕真的在某个环节上出了大差错，一定也不要紧吧，你肯定能解决的，对不对？自从窃取了中枢里的全能，我就感觉到了，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你正在不计一切代价地朝这里赶来，是不是还想对我加以窥探？可是，只是窥探也没用呀。该做的事，我还是会一件一件地做下去，而你，却什么也做不。为了表达对你的欢迎，我这边也加快速度，
朝着七不断迈进的。小驴，比起你教我的从长计议，果然还是这样更适合我。喂，你们这些可恶的家伙，来追我呀！我成功了。再快一点，得让他们远离那里。快点，一心，你可以做到。快一点，大家就……运气有点差，现在的距离够远了吗？地震吗？坚持住，我推你上去。不行，一心，这样下去你会被洪水冲走。一心，原来是洪水吗？奇怪，难道这些事全部都发生过？为什么我会不记得？
什么？明明昨天大家还是笑着的模样。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为什么？小红，小红，太好了，程姐，你看她醒了。都好运，世界在颤抖，是地震来了吗？小光，再晃下去，红就要受伤了。对不起，对不起。我太开心了。哎，身上好脏啊，我刚刚摔了一跤嘛。哎呀，不管了，得快点把避险预警告诉大家才行。小红，你还好吧？我挺好呀，好得不得了。等等等等，你是谁啊？她是浮华姐姐呀。红，你还好吧？我很好呀。可能是最近跑来跑去调查地震，我不小心睡着，结果就摔了一跤，八成是还没睡醒吧。啊，你们别用这种奇怪的眼神看着我呀。程姐，你不会又要批评我没有好好休息吧？等通知完附近的居民，我就美美的睡上一觉。浮华姐，红她似乎不太对劲，怎么会这样？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但现在时间紧迫，怪我们随时会追上来，我们还是要先找到安全的地方，从长计议。嗯，姐姐说的对。红，我们先跟姐姐一起离开这里。啊，程姐，程姐，我还没通知完大家呢，怎么能随随便便就跟陌生人一起？红，浮华姐跟我们一起经历了很多事，她是位很了不起的人，我们可以信任她。小光说的没错，红，我们先跟浮华一起到安全的地方，你的疑问我们一会儿再解答，好不好？嗯，好吧，我相信程姐。毕竟程姐作为我们的监察官，总是能根据蛛丝马迹做出正确的选择。啊，监察官不是你自己吗？啊，这怎么可能嘛，程姐才是监察官呀，对吧程姐。红，我们边走边说，总之先离开这里。奇怪，明明程姐和阿青都跟她很熟的样子，可我怎么一点也不记得这个叫浮华的人。还真是个拗口的名字。程姐和阿青好像都很信任他，但我完全没有印象。难道我真的睡糊涂了？他朝我看过来了。小红，睡着之前的事情你还有印象吗？我记得自己在拿着喇叭通知大家防范地震。等等，我的喇叭去哪里了？那么你还记得小绿在哪里吗？小绿？没想到你这个异乡人还认识小绿啊。最近有地震的征兆，小绿作为记录员当然是去出现异常的地方查看了。他昨天还说河水有上涨的趋势，要跟以前的笔记对照一下。可是绿姐一直都跟你在一起，而且她明明是城市的法官呀。阿青，你今天怎么了？蓝才是城市的法官呢，跟大家有关的事情我可是绝对绝对不会记错。程姐，阿青她该不会在生我的气，所以想逗逗我吧？是我不好，前天不该突然跑出来吓阿青，结果害她摔了一跤。
啊？开个玩笑啦，我知道阿青才不是小气的人。阿青，让我看看你的伤口好点了没？我经常磕磕碰碰，最会处理伤口。阿青，你胳膊上的伤口去哪儿了？哦，你没事吧？难道说因为你们不是他们，所以你们会继婚代理人的职责？不，怎么会发生这种荒谬的事呢？荒谬的事可未必不会发生哦。抱歉打扰你们的对话，我只是忍不住想要为这位淑女解答疑惑。又是不认识的人，感觉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哎呀，差点忘记了自我介绍。各位优雅的女士，还有这位绅士，莫里亚蒂向你们致以最亲切的问候，以及好久不见，我亲爱的大侦探。念出这个称呼的感觉可真让人怀念。莫里亚蒂，看来你也很想念我。再次见到你的感觉真是好极了，毕竟我对你的思念恰如恨意一般刻骨铭心。你今天所做的一切，我并不认为是在向我复仇。我的大侦探，你为什么总能把美妙的事情变得无聊透顶？久别重逢的时刻多么让人激动，而你却要用它来谈论无关紧要的话题。无关紧要难道不是吗？这里的一切与你何干？不如说，对这座城市而言，引来崩坏兽让居民们陷入动荡的罪犯究竟是谁？身份不明的异乡人为安居乐业的居民们带来了不幸的怪兽、可怖的地震，还有无可估量的灾难。更糟的是，他自己对此浑然不觉。你的意思是，地震是因为异乡人的到来吗？不要相信他的话，他才是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我？不，我和你们一样，就像一只生活在玻璃瓶中的可怜虫，它在星期一诞生，星期二取名，星期三交友，星期四工作，星期五遭灾，星期六扶危，星期日覆灭，而后又在星期一重生。ムクの楽園に奇跡の星が落ちた。そこから人の歴史が始まった。人は神の従者と共に豊かな国を作った。彼らは暦を作り、空を観測した。彼らは農業を始め、大地を測量した。時は流れ、伝えられていく。この浄土の深くに植えられた人類の歴史は成長して、そして朝礼を迎える。あの日、最悪が空を埋め尽くし、影が大地を覆った。万物に命を与えた水は今回世界に死を与える。洪水が文明の残光を洗い流し、世界は暗闇に沈み、果てしない静寂の中で神聖を待つ。洪水。
那场大洪水真的发生过。哼，看来你已经从粉饰太平的美梦中醒了过来。没错，异性的 Vita， 那些都是你真实的经历。找回记忆的感觉怎么样？不对不对不对，你看现在弗洛斯明明还好好的，那怎么可能会是真实的呢？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事实上它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毕竟这个世界的命运就像转动的钟表指针，总会在某一时刻指向相同的位置。甚至如果事情不是这样，我此刻的复仇反而会无法进行。所以你的复仇对象究竟是谁？这个问题我希望你能自己找到答案。你之前的猜测没错，大侦探，我之所以出现在这里并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履行与那位先觉的维塔的约定。蓝，他现在在哪里？你到底对他和黄做了什么？没什么，他们只是分身乏术而已。毕竟面对随时可能毁灭家园的灾害，身为城市代理人的他们当然要优先消灭灾难的源头。毁灭？等等，你是说？没错，就像你回忆中的那场洪水一样。我刚才说过，这个世界的命运就像转动的钟表指针，总会在某一时刻指向相同的位置。很容易得出的结论，不是吗？赫斯珀的存在就是最好的佐证。世界始终如一，人们却在虚假中循环。而现在因为某位不速之客的到来，命运的齿轮还转动得更快了一些。你究竟在说什么？哦，对了，你不记得也很正常。城市里出现了一种奇特的怪物，按照大侦探的说法叫做崩坏兽，那就是令城市步入毁灭倒计时的罪魁祸首。而归根结底，他们可是和眼前这位大侦探一起出现在弗洛斯的。冷静一点，莫里亚蒂只是在颠倒因果。自从来到这里之后，浮华姐一直在帮助我们消灭崩坏兽，难道这些事情你都忘记了吗？浮华姐姐不久之前才救过你，你真的不记得了吗？就算真的不记得了，作为代理人你应当有自己的判断力，不是吗？我现在城里到处都有崩坏兽，不能让他这样离开，我们快跟上。果然正如本相的 Vita 所言，这位 Vita 相当意气用事。不过既然他想要亲自见证城里发生的一切，公平起见我们最好还是都不要插手。小城小光退后。
结束了，趁乱离开了，不知道他会不会去找红。但他知道我们一定不会对伙伴坐视不管。格雷修那边也迟迟没有联系，如果他仍是那个我了解的莫里亚蒂。怎么了，福华姐姐？莫里亚蒂是个擅长观察局势、随机应变的人，他往往表面上不按常理出牌，等到实际解决问题时，却又会选择最为简单直接的方法。曾经他表面上假手一座城市的犯罪网络与我周旋，暗地里却物色了一处异界的入口，试图把我诓骗入内，永绝后患。我担心他对其他的 Vita 甚至格蕾秀正在做同样的事。糟了，红也好，蓝和黄也好，格蕾秀他们也好，现在不都是孤立无援的状态吗？嗯，我们必须赶紧追上去，但也要防备敌人的陷阱，离奇属性的怪物，丢失记忆的小红，还有莫里亚蒂那不明来源的知识，甚至也包括我在这里和格蕾秀重逢的巧合。悬而未决的问题实在太多了。小程、小光，无论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你们千万不要离开我的视线，好吗？又是这些怪物。既然莫里亚蒂出手阻挠，至少说明我们找的方向没错。情况又出现了，这些怪物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
华姐，刚才你的身体没事吧？没什么，也不是第一次了，只是我的身体特性容易受到这类奇异怪物的影响，到目前为止不算碍事。但姐姐面对崩坏兽的时候就不会这样。这也从侧面说明他们与普通的崩坏兽有着本质不同。不过目前的问题其实在于，经过几次战斗，小红和莫里亚蒂的踪迹已经很难辨识了。结果我们一直在给浮华姐添麻烦，真是太没用了。既然红叔要在城里找线索，就一定会去他熟悉的地方，或许我们可以沿着他平时巡逻的路线找一找。有道理，去看看吧。怎么了，小光？总觉得好像有谁在看着我们，应该是我的错觉吧。这个方向也有敌人，难道刚才的视线就是他们？越来越频繁了，简直寸步难行。姐姐，原本的莫里亚蒂并没有操纵怪物的能力，从这个角度思考，他如今能直接控制的怪物也应该数量有限，恐怕他是有针对性的安排了这些伏击。毕竟在如今的局面下，我们的行为方式原本就容易预测，不过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连续设下伏笔，莫里亚蒂这样做是为了抢在我们之前说服红吧？他所讲的那些恐怖历史，还有失去记忆的红，这一切究竟……没关系，就算记忆发生了混乱，红也还是红呀。无论是红，还是小黄和蓝，无论发生了什么，我都相信他们不会做出违背内心的选择。毕竟，我们在一起的时光就像弗洛斯的历史那么长，我相信他们，就像相信自己那样。莫里亚蒂的骗局不会维持太久，重新找到红之后我们再好好聊聊吧。事情真的会这么简单吗？是啊，事情真的会这么简单吗？谁？是我啦，小 V。 多亏了你连续和乐园宿卫进行战斗，我才重新找到了这个难得的沟通机会。乐园宿卫？哦，就是那种会影响你投影稳定性的怪物啦。严格来说，他们才是弗洛斯乃至这颗行星的土著。不过这就说来话长了，让我们长话短说。怎么样，现在你理解啦我之前为什么要骗你吗？
程姐，刚刚这是……我也不明白，之前浮华姐姐好像就在勉强自己。小光，浮华姐姐一定会没事的，之前她也独自进入过禁地，最后还救出了格蕾修姐姐。哦，所以正因为姐姐现在突然下落不明，我们更不能愣在这里。既然之前我们来到这里就是为了找道红，那我们或许应该做点什么吸引道红的注意。啊，之前分开的时候，红对姐姐和莫里亚蒂都非常警惕，我想说不定并不是我们找不到她，而是她刻意躲开了姐姐他们。可是现在我们失去了浮华姐的保护，如果就凭我们自己，如果我们站在红的角度上，用他的方式思考，我知道这样做的风险很大，可是无论如何，我还是想和红好好谈一谈。这是在仓库少年会弹团的基地里发现的那张庆典地图吗？蓝一定不会留给我们毫无意义的线索，所以或许我们可以按照地图指示的地点依次调查一遍。如果莫里亚蒂派出怪物阻挠我们，那么这张地图就和他的计划有关，否则就是蓝想要通过这张图告诉我们什么。而且如果我们站在红的角度，庆典所在的位置都是城里最繁华的区域，他也一定能够注意到我们。太好了，不愧是小光，等浮华姐姐回来的时候，我们就能集合起所有的 Vita 还有格蕾修姐姐，然后大家一起对付莫里亚蒂。事不宜迟，我们赶紧出发吧。好。程姐，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没有呢。那大概是我听错了吧。程姐，怎么样？没有发现怪物的踪迹，安全。这里曾经是上次举办庆典的一个摊位，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毕竟是周期举办的庆典，结束之后大家还要回归正常的生活嘛。不过即便庆典已经结束了，美好的记忆依然会留存在每个人的心中。说的也是。小光，你怎么了？我只是又想到了现在的处境，明明不久之前弗洛斯启明还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样子，谁知道一天之内。别担心小光，我们过去解决过无数的危机，这次也一定可以和大家一起度过难关，到时候我们再办一场更盛大的庆典，一切都会过去的。好了，我们还是抓紧调查一下，这周围有没有蓝为我们留下的线索吧。什么都没有发现啊，去下一个位置看看吧。
成姐，我们到了。这里已经足够显眼了，但是红依然没有出现，他到底跑到哪里去了？可一定不要遇到危险啊！还有，当初分头行动的格蕾修姐姐他们，啊，不行，现在不能想这么多，事情得一件一件解决。成姐，没事，我们尽快找线索吧。还是什么都没有找到，只好去最后的地点了。最后的标记就是这里，还好一路上都没有遇到拦路的怪物。可是这里也什么都没有，蓝之前特意留下这份线索，究竟是什么用意呢？也许这张地图有别的作用，可是除了指示位置，地图还能做些什么呢？啊，原来是这里。我想起这里是哪一次庆典的场地了，是3年前的烟花节，对吗？记得那次节日，红因为一时兴起，差点闯了大祸，还好 Vita 姐姐恰好也在，才没有惹出麻烦。可是，红，你现在又到底在哪里了？小公，你看那里。那是蓝蓝，阿成、阿青，久违了。蓝，小心！别担心，我和莫里亚蒂一样，也拿到了相关的权限。他受我操控，不会伤人。倒不如说，正是因为他的存在，我才能够消灭沿途的崩坏兽。哦，原来是这样。之前我隐约感觉到有人在背后尾随我们，还仿佛听到了崩坏兽的声音。原来那就是你吗，蓝？城里的崩坏兽又增加了，我担心你们受伤，所以一直跟在后面。直到刚才，那位叫做浮华的外乡人不辞而别，我这才追上你们。浮华姐姐的情况我们也一头雾水，不过你有没有见到红？不知道为什么她好像出现了记忆混乱，我们之间发生了一些误会，她一个人就跑掉了。别担心，我正好碰到了在城里被崩坏兽围攻的她，她现在已经安全了。太好了，红这家伙实在够冒失的。毕竟那是阿红啊，刚才我隐约听到你们在回忆和他有关的事。蓝也记得吧，3年前的那场烟花节，红不知怎么突发奇想，想要把绽放瞬间的烟花保留在博物馆里，结果当然失败了，还引发了断电，代理人的权限也因此短暂失效。如果不是 Vita 姐姐恰好也在，红就不知道要被关在博物馆里多长时间了。因为这件事，绿可是把我们好好教训了一通呢。不过绿姐只是刀子嘴豆腐心，毕竟在红写完检讨书之后，
也是他主动提出要换一种方式给红补偿，是吗？我倒有些记不清了。啊？怎么会？我们就是因为你留下的信息才……原来，这才是蓝留下这张地图的真实目的。就像他让我们想到偷吃布丁的那件事，不对。如果他想凭借我们的回忆留下信息，又为什么要自称记不清那些事？明明我们已经说出了正确答案。蓝，之前莫里亚蒂暗示要付出代价才能了解世界的真相，你应该还没有那么做吧？是啊，蓝，你可一定要慎重啊。虽然你在我们当中最为聪明博学，但是姐姐也说过，莫里亚蒂是一个狡猾的大罪犯，你可千万要小心，不能被他给骗了呀。姐姐，是指傅华吗？看来你们很信任他，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啊，对啊，蓝还没怎么了解过姐姐呢。之前我们被崩坏兽袭击，多亏了姐姐及时施以援手，大家才没有受伤。这就是我们和姐姐一起经历的所有事了。你看，傅华姐姐和莫里亚蒂一样聪明，却不像她那样，不知道在计划着什么阴谋。而且，刚才蓝应该也看到了吧？为了保护我们，傅华姐一直在和莫里亚蒂的那些怪物作战。蓝，和我们一起找回姐姐和她的朋友吧。只要我们一起努力，不需要莫里亚蒂，也一定可以知道各种怪物的来源，知道关于这个世界的真相。抱歉。啊？怎么了，蓝？为什么要道歉呢？抱歉。我们应该早一些提醒你们的。至少应该先把你们带走。你们知道吗？能够进入禁地也好，会在乐园宿卫的攻击下被这个世界排斥也好，这一切都是他身为弗洛斯的入侵者为我们带来了天灾的证明啊。正是他和他的朋友作为世界外的抑制之物，重新编织着你们的记忆，使你们忘却了天灾。无论他们自知与否，这也是我们不能踏足禁地的真正原因。程姐，不对劲。别愣着了，程姐，他们都忘记了之前的事，反而以为我们的记忆是虚假的。我们快走。啊，看吧，最后我们只能再次得出这个结论。各位 Vita， 世界始终如一，人们却在虚假中循环。我知道你们也一定很迷茫，毕竟遭遇了这样的意外，换了谁都很无助。让我来解释一下究竟发生了什么吧。从哪里开始呢？还是由我来吧。都是因为我判断失误，才会令你们失去了关于灾难的记忆。而那两个外乡人，他们可能真的想帮助我们，但他们也的确是弗洛斯最致命的敌人。啊，你在开什么玩笑？我们的记忆才没有任何问题，是莫里亚蒂剥夺了你们的记忆。记忆毕竟不是现实，它相对而不绝对，所以我平等地观察着傅华和莫里亚蒂，我们和你们，直到我确信哪一方的行为对弗洛斯而言更加脱离现实。为此，我特地和莫里亚蒂商议，不要和那个外乡人正面冲突，而是用乐园宿卫
弗洛斯抵抗天灾的手段之一，来检验一切。也就是说，那些阻止我们前进，甚至故意袭击我们的怪物，是兰尼派出去的？那并非怪物。我刚才说过，他们是弗洛斯抵抗天灾的手段之一。他们不会伤害你们，只是能让你们回忆起这个世界上究竟发生过什么。当然，强行回忆起一切的过程十分痛苦，我不希望你们也经历同样的事。所以你特意来找我们，想要当面确认我们的情况。可我还是不明白，你说外乡事物会篡改我们的记忆，依据又是什么？是啊，难道你想告诉我，烟花节的事情，我们一起经历的那些时光都是虚假的吗？蓝、红、小黄、绿、小紫，你们都是怎么了呀？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难道仅仅一句篡改就能将我们一起度过的那些美好的日子统统否定掉吗？就算你们想要否定，也需要拿出证据吧。成，抱歉，我不想让你这样伤心，但我们确实没有人经历过你们说的那场烟花节。而且从你们忘却了天灾的角度来说，那场烟花节是不是真的存在好像也不是那么重要了。你在说什么呀，蓝？世界始终如一，人们却在虚假中循环。你明白莫里亚蒂究竟在指什么吗？神话告诉我们，天灾曾经毁灭了我们过去的家乡，但你们是否还记得，我们每个人都曾经在天灾中死去，甚至不止一次。你们是否还记得，启动圣物的条件除了 Vita 们全体同意之外，还包括 Vita 们全体牺牲呢？什么？弗洛斯的每一天都应当是一成不变的岁月中平凡的一天。可是天灾为什么存在？圣物又为了抵御什么？唯有回忆起了一切，我们才能意识到，这个世界中的唯一变量就只有外来者。这蓝，你不能这样钻牛角尖。程姐姐，别担心，只要利用莫里亚蒂的技术，很快你的记忆就能恢复正常了。那些美好的过往并不会消失，虽然我们没有经历过烟花节，但在真正的记忆里，我们经历过彩灯节啊。我们始终是一家人，这一点永远也不会改变。不对，重点不在这里。同样是外来者，为什么你们宁愿相信莫里亚蒂，却不愿意相信浮华姐姐？如果说外来者本身就对弗罗斯有害，那么莫里亚蒂也好，博物馆也好，因为莫里亚蒂恰恰就是博物馆的藏品，而博物馆的藏品他们本来就是弗罗斯的一员。别担心，你们很快就能想起来了。姐姐，为什么？没办法，之后再去找青吧。可能会有一点痛，不过没有关系，我已经给程姐准备好了你最喜欢的糖果，快回来吧，我们认识的阿成。睡吧，孕育的维达。没关系，你们还会创造很多新的回忆。来不及了，怎么办？
线索。蓝，他当时在仓库留下的线索，我们还没有。我知道了，相机。发现好啊，那么就决定啦，把大家的愿望收藏起来，像酿酒一样，几年之后再重新开启。如果谁的愿望没有实现，我们就嘲笑他。如果只是想要留住美好的记忆和许愿的瞬间，只要用这种方法就好了。不愧是蓝，一下就想到了这么棒的方法，我要第一个许愿。除了红这个笨蛋，也不会有谁会把绽放的烟花放进博物馆吧。好啦好啦，小绿说的没错，我确实不怎么擅长动脑，不过这不是有你们在吗？那么我给大家准备记录愿望的信笺，哼，真是很值得纪念的画面呢。小光，来给大家拍张照片吧。嗯嗯，大家准备好了吗？3 2 1，好大的洪水，恭喜你也窥探到了这个世界的真实，但为什么你们每个人都要选择这么痛苦的方式呢？看来我是得不到答案了，算了，直接推进下一步计划吧。喝光的 Vita， 你还好吗？你的同伴们在等着你哦。你不评价一下？我不认为你告诉了我所有的真相。你说自己是弗洛斯真正的代理人，之前为了抵御天灾而透支了自己的力量，这都是一面之词，我必须在现实中进行验证。更何况你还是一个身负前科的存在，不久之前刚刚在禁地对我使诈。或许吧，不过根据我的推算，弗洛斯时间大约2分钟后，你的投影就将重新出现在弗洛斯的现实当中。连这个都可以计算，你却一定要抢夺我的身体。唉，别把话说得这么难听嘛，毕竟拯救弗洛斯是我的义务，一直拜托你去付出，即使是我也会不好意思呀。你的说话方式倒是让我想起一个和莫里亚蒂有关的故人，不好的意义上。如果有时间，我也很乐意和你分享关于那个莫里亚蒂的故事，不过既然我之前的说法并不具备说服力，那么2分钟后完蛋了，现在怎么只有10秒钟了？总之你先代替我收拾掉那个臭小子，只要你断开。
确实回到了弗洛斯的现实，一个人都不见了。在我被小 V 影响的这段时间，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他说自己才是弗洛斯真正的代理人，那么他和 V 他们的关系，而且他最后要说的话究竟是……刚才有什么在反光？奇怪，这架相机之前一直被小光随身携带，以他和怪物间的力量差，遭遇袭击时或许没有太多机会反抗。然而这部相机的损毁程度，如果不是怪物蓄意破坏，难道是他有意为之？果然，我记得小光管它叫做智能免洗胶卷，那么它应该能……这是一张合影，小 V 就是他吗？ V 他们的姐姐。合影中的地点应该就是那里，保险起见，过去看看吧。看上去没什么特别的。这块砖，这是许愿匣。比起像转瞬即逝的烟花许愿，果然还是这样比较稳妥。我在这里许愿，要实现大家的愿望，落款一心，的确很有小红的风格。不过为什么这里还放着一份事故报告？将绽放瞬间的烟花保存在博物馆内，真亏小红想得到啊。不过相比于博物馆中那些奇奇怪怪的收藏品，这种想法反倒正常许多。这上面说，博物馆如果受到同源的能量冲击，有可能导致设备停止运行，展品的状态出现异常。原因是小红误操作关闭了特定展柜，导致作为展品的能量泄露。同源的能量，类似跳闸的事故，展柜和展品，难道说……
完蛋了，现在怎么只有十秒钟了？总之你先代替我收拾掉那个臭小子，只要你断开。原来如此，谢谢你，小光。出发吧，去博物馆。糟糕，忘记了想要打开博物馆的门，除了需要解开机关，还需要小光他们解开暗门。现在 Vita 他们不知所踪，用蛮力能打开吗？时间紧迫，直入主题吧。控制系统完好，开启的方法是格雷修，怎么会？看来你很意外。怎么样，喜欢我给你准备的惊喜吗？莫里亚蒂，你倒是不请自来。那当然，如果不在登场的时候制造一点惊喜，我又怎么能心安理得地和你打招呼呢？我亲爱的老朋友。 Vita 们呢？他们在哪里？不必担心，他们刚刚满足了自己的求知欲，正准备为实现身为代理人的价值而不断努力呢。难道他是指？没错，他们现在正如一心的 Vita 一样，充分理解了自己生存在一个怎样的世界。不过作为代价，得到一些回忆自然也会失去另一些回忆，下次你见到他们时就又能够体会初次邂逅一般的惊喜。如何，是不是还挺有趣啊？原本我的确只是想与你在博物馆一叙，毕竟我已经筹划了如此规模的一次犯罪，要是没有人欣赏成果，那未免太过浪费。可惜先觉得 Vita 做了多余的事，为了让一早搭好的舞台能够继续表演下去，我也只能增加几个特别演出环节，好让故事变得更为流畅。不过我的运气确实不错，从现在的结果来看，不仅故事比我预想中还要精彩，舞台的嘉宾也比原先的规划丰富了许多。他的意思是他将格蕾修重新关进休眠舱，只是顺手而为。那么如此规模的一次犯罪又究竟是指？没错，就像你回忆中的那场洪水一样。我刚才说过，这个世界的命运就像转动的钟表指针，总会在某一时刻指向相同的位置，很容易得出的结论，不是吗？赫斯珀的存在就是最好的佐证。世界始终如一，人们却在虚假中循环，而现在因为某位不速之客的到来，命运的齿轮还转动得更快了一些。如果考虑到莫里亚蒂习惯的表达方式，难道说
所谓的不速之客，但如果真是这样，他又何必对格蕾修下手，还专门营造出与我对决的架势。够了，莫里亚蒂，没有必要像这样故布疑阵。大费周章夺走 Vita 对我的信任，只是为了向我施加报复。以我对你的了解，你的布局绝不会止步于此。我们发现了你的日记，除了这座城市本身，你似乎对禁地同样很有兴趣。你究竟在谋划什么？那就要靠你自己推理了，亲爱的大侦探。在我如今追求的方程式中，你的确不是最重要的那个变量，但很可能却是最有意思的一个。比如说，在与我交谈的过程中，你一共看向了数据控制台四次，并且每次都在被我察觉后立刻转移目光。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你故意卖给我的破绽，不过还好，此刻的我拥有验证自己猜想的手段。依我之见，这将是一场关于耐力的比拼呢。又是这种奇怪的现象。我的老朋友，我猜你或许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女武神，这么多年过去，你的战斗能力似乎又精进了许多。不行，以投影的姿态和这些怪物战斗，根本没有机会去直接触碰操作面板。莫里亚蒂说的不错，这的确是一场关乎耐力的比拼。唉，真希望我也有这么一身功夫，那样就可以亲自和你切磋了呢。随着和这种怪物的战斗时间不断延长，投影的失真也越来越严重。有意思，看来比起上一次，你的耐力又有所上升。总不会是你在形体消失的那十几分钟里，接受了哪位世外高人的指点？他难道是指小 V？ 不过如此说来，我目前在弗洛斯遇到的所有人，即使算上小 V， 也都不是我投影质子的原因。究竟是谁？走神可不是好习惯啊，我的大侦探。结果还是体力不支了吗，我的大侦探？使用投影的战斗果然还是不够尽兴的。不过话说回来，要是您凭借实体亲临此处，那此刻的我大概早已死无葬身之地了。好，
机会来了。和事故报告书不一样，但……唉，看来是时候结束这场有些漫长的闹剧了。在游戏中作弊，倒是也不符合我的美学。好奇我为什么要将惊喜的展示场所选在这里吗？是时候揭晓答案了。真可惜，你在这里的时间不够长，没有仔仔细细地品味过这座博物馆的有趣之处。这里的运营者，为了能够将他从各处搜罗来的稀奇古怪的展品，在生成投影之后，及时运送到博物馆中，特地在控制台下，设置了一条负责传送投影的通道。当然，那是双向的，也就是说，对于你这样的外来投影也同样生效。是不是感到很亲切？没错，这才是我这场表演最高潮的部分。虽然不是所有戏目的最高潮，但已足够令我身心愉悦。在你处心积虑最终成功按下按钮的那一刻，你正好可以享受从瀑布跌落，一口气跌出这个世界的快感。在这次坠落的途中，你倒是可以思考一个问题，你猜，能够将我禁锢在展柜中的按钮，究竟是以何种形式存在的呢？没事，答不上来也没有关系。哼，再见了，我亲爱的大侦探。很好，外来的干扰因素至此彻底排除，虽说只是暂时的，正所谓时不我待，下一段犯罪计划当然要立即展开。似乎忘了提醒，对于我而言，报仇也是报仇的重要一环了。不知道对于我接下来筹备的一切，你是否仍会感到惊喜？